诗篇91篇13到16节，你要踹在狮子和蝰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他，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阿们。我们要奉主名为沙乌地联合大公国来祝福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相信神啊，你是那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你透过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相信神啊，你必要来哦，主啊，帮助沙乌地联合大公国，主啊，这些的这地的百姓，他们要来求告主你的名，你就应允他们。主啊，他们在这武汉肺炎新冠病毒的威胁，主啊，跟这样的一个哦，主啊，瘟疫的蔓延的当中，他们在极难中要来哦，经历到神与他们同在，你再来搭救他们，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存活。主啊，让这些沙乌地这些基督徒，主啊，他们要来回应神你的哦，主啊，这样的爱，主啊，他们要向神来说，神啊，你因着他们专心爱你，你就要搭救他们，搭救这个国家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在人不能的，在神你凡事都能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你要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沙乌地阿拉伯所有的百姓看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